conversation. You'll be the one you cannot talk. All your insides fall to pieces. You just sit there wishing you could still make love. They're the ones who'll hate you when you think you got the world.
他们那一队嘛，对啊，在这，所以其实也就还好啦。因为我现在剩十分钟我也离开，但是我还是没有拿到那个球员的名单。OK， 好，好，谢谢，不好意思，好。谢谢。喂，是，嘿，装到，对，我们也是一八准，对，对，一八准，对 ，OK， 没问题哈，好，谢谢，好，谢谢，哎，我们对一下那个雄威跟那个陈贵伦的部分。不要脱鞋，加呀，没加的。
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进 on cam 嘛，对不对？你会 cue 吗？听得到，谦哥，嘿，好。但是问题是我看不到你的一开场的图卡资讯哦，不然你，我等一下我抄一下，因为你说会有天气嘛，对不对？那你直接跟我讲内容，因为我看不到。好，15°C， 好，死定把荧幕拿过来了。好。眼光不够，他们家了，然后在后面就爆掉了。等一下哦，哪一张？我还有一颗啊。挖矿，我没看到。好，是先刚刚天气那个，然后才是那好。没关系，因为他这个也没有切啊，我也看不到。Tong Chen 的 Andy Chen， 好，石英星，欢迎球迷朋友呢，透过 Eleven Sports 为大家送上的现场转播。今天呢，对台湾的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兴奋的一刻。哎，大家好，哎，这样子 OK 吗？OK， 各位球迷，大家好，我是陈贵伦。啊，感谢今天球迷到现场以及电视机，谢谢。其实没关系啦，如果一下子而已 OK 啦，因为只有一分钟而已啊。还是用单枪。42。嗯。画面有点侧。我们定差是这样吗？看一下好不好？因为去年那个有前一个那个教练的时候排，我都看都是只有陈浩伟一个人当前锋。对，那之前都是4-1-4-1啊。对啊，不然有4-2-3-1这样子。但是现在又回到比较传统的。因为其实加了俊清跟恩乐这两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前锋啊，所以刚刚前场两个就是他们两个，没有，但是这一次黑田总教练把恩乐放在右边的中场。现在画面陈贵很比较前面，我们尽量俊清还有孙贵要再往前一点点，对，类似这样子。5分钟，等一下剩3分钟，我再脱外套，哦，不然会刮。哦对。所以他前场就是陈浩伟跟吴俊清。没有，他这一次排波良，在跟那个俊清搭配在前锋线上。当然总监有总监的考量啊，但波良应该是在中间那个位置分球。应该是要在中间啊。对对对，他可能总教练想说他的拿球的稳定性比较好。球送到前面比较不轻易的丢球，或许啦，每个总教练、每个总教练思维不一样。可以吗？你这边 support 那个 Mark 有没有挡到？这样 OK。可能到时候线要顺到后面去。这样啊。
旅外高手全面回归，中华男足再掀狂潮，全力拼战亚洲杯资格，足球迷心连心，一起帮中华队加油。大家好，感谢您呢透过 Eleven Sports 的现场转播跟我们来到了台北田径场啊，在今天呢准备要迎接呢中华足球队的一场重要的一个赛事，在自家的主场要迎战中亚的劲旅土库曼。这场比赛呢在今天呢、虽然呢稍早的时候呢台北是下了不小的一个雨啊，不过就在开赛前几个小时呢雨势呢是减缓了，所以呢这场比赛虽然呢场地可能有一点湿，但是呢比赛是可以顺利的来进行的。大家好，我是陈雄威，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将是要由我以及很高兴啊邀请到的前国家队的总教练，同时也就是先前引起了这一个足球狂潮的陈贵仁陈总教练。教练你好。你好主播，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看到没有，教练就是不一样，与众不同，就要有这一种的气势。当然呢，在这一次的一个亚洲杯的资格赛，这是第三轮呐、中华队呢必须要跟这个24支球队必须要赢到分组，然后呢，每一组一共6个组别，然后呢，前一个组别里面有4支队伍，然后取前2名的一个球队能够晋级啊。那中华队呢是跟巴林还有土库曼以及新加坡呢分在同一个组别，那今天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将会包括这场比赛在内还会有2场主场的一个赛事啊，相信球迷朋友呢一定要全力的帮中华队加油，因为以这个近况啊还有实力上来看的话，这可能要请问教练了，看不看好我们中华队可以在这一次的资格赛第三轮里面突围而出呢？当然我们中华队呢在3月22号在越南的这一场中越之战呢，我们也看了现场的转播呢，那我相信兄弟们回到我们主场啊，刚刚主播也提到啊，那希望我们在这个主场呢啊带着跟中越我们打1-1的这个战局呢，这个士气啊能够回归到我们的今天的主场，希望我们的那个主场呢也能够以拼战的精神啊跟坚持到底也不放弃的精神拿下主场的胜利。你看足球真的是一个世界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啊，即便土库曼的球队呢来到这边在边角呢也还是有看到他们的球迷非常热情啊，拿着他们的国旗在帮他们加油，那现在要演唱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在演奏完双方的国歌以及国旗歌之后呢，可以看到今天呢、现场最可爱的永远都是力挺中华队到底的这一些球迷朋友啊，相信足球真的是非常刺激的一项运动啊，尤其前几年在我们陈贵仁总教练的一个带领之下，已经掀起了一波台湾的这个可以说是真的隔了好几十年没有感受过这样子的一个足球的一个热潮，现在希望呢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啊。在这边也感谢那个球迷朋友们啊到场支持我们中华队，对中华队的不离不弃啊，谢谢你们。好，在场边呢看到球迷呢今天还是非常的一个踊跃啊，但我们当然都希望啊在未来了还有这个比赛都可以更踊跃一点，然后呢把这个主场全部都给塞满，我觉得这个是我相信每一个足球员一定会肾上腺素会非常亢奋的一件事情、没错，希望有朝一日还可以把台北田径场整个做的都是满满的，又是我们的蓝色的球衣。那刚刚呢看到是场上呢是列出了中华队呢在今天的一个先发的一个阵型呢，这个可能就要请教练呢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了。今天的一个阵型有一点跳脱，先前我们看到常常用这种单箭头的一个方式，今天回归到了传统4-4-2的一个阵型。是的，
今天把俊清呢跟那个柏良都排上那个箭头、啊、但是问题是在陈柏良的这个部分把他排在前锋的这个位置好像跟过往他在国家队的定位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欸、当然可能因为每个总教练的带兵的方式跟他的思维总是有些不同、啊、那我相信黑田总教练呢会把柏良摆上这个前锋的位置呢，那可能是要借用柏良的经验以及他持球拿球的一个稳定性呢、啊、能够在前锋线上能够有所发挥。所以对于陈柏良来说，他其实每一个位置他都有会做很快速的做一个调整去适应啊。没错，他在大陆的那个球队呢也是打在右边的中场。嗯，因为先前就看到陈柏良就好比是台湾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发动机一样，中场的一个灵魂人物啊，在他的这个传球的一个判断力啊，还有脚法的整整综合的这观念，真的目前是台湾最好的。没错。我们台湾的本土的球员呢，站在这个中场的位置呢，就缺少柏良那种一针见血啊，进去就是要让对方死的那一种球。但所以现在他换到前锋的这些位置，就看看他今天要怎么样，队友能不能够多送一点球给他。是的。当然这一次的比赛，我想先前呢看到了很多新闻的一个媒体的报道，都可以看到旅外的这个球员几乎是全数回归啊，这也是对中华队的足球来说呢是一个蛮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这个包括殷雅琪，这个、包括吴俊清啊，还有陈柏良等人，这些旅外的好手呢通通都回归。是的，还有恩乐也这次也回归中华队了。那唯一的一个比较希望的一点就是说能够最后那个拼图就是我们的昌元、哦、我们的昌元如果能够回来的话，那这个整个拼盘又完整了，就完整了。对，但这就希望看能不能赶快处理好这些问题啊。是的。好，这场比赛呢正式开始，绿色球衣的呢就是中亚的这个雄狮啊土库曼，蓝色球衣的是中华队。开赛在边路要球，土库曼差一点点掉球，还是掌控着球权，最后被中华队给踢出界。今天中华队的右边中场呢摆上了朱恩乐，那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总教练私底下也有跟恩乐在沟通，那因为那恩乐在大陆踢球的时候，他也表明跟就是跟总教练有说，他是在大陆都是打右边中场的位置。哦，对，这也跟他过去在教练带的时候会比较安排他在前场的位置是比较不同的，因为恩乐的身高高，那我们中华队前锋的锋线上就是缺少这种高大的一个球那个前锋的一个球员。嗯。连线呢把球给抛进来，不过要掌控球权呢一开始好像都不是那么容易、啊、一开始就是两队都在试探当中了、啊、哇，前面就是朱恩乐在跟对方争抢球权，陈柏良把球给控制住，要做一个突破的时候呢，裁判是响哨音量，陈义伟倒在地上。再看一次，在边线的时候，为了去追这个球，的确是有绊到了陈义伟。画面上看到就是中华队的总教练黑田总教练，对，站在旁边的就是非常支持我们台湾运动的于正宪于部长。自由球的机会，不过被对方化解掉。在中路呢，比较迷信自己来做一个盘球，现在往前推进，到了右边。所以其实感觉到土库曼发现没有太好的机会的话，他们并不会急着要往前送球啊。
他们也是在进行在中后场的一个传导球的一个模式。哦，没有机会就往后送。对。直接掉一个远球，球权呢被中华队给拿了回来。其实他们在中后场导球，他们也是在寻找中华队的一个移防的一个漏洞。这球呢是古古曼把球给碰出界，所以中华队要从边线来抛球。他今天中场呢摆上了志豪跟那个建勋啊，建勋也是在这一次那个东亚的第一轮的表现的蛮不错的，没错，可能希望借着建勋的这个气势呢，哦，能够希望在这个中场能够带起这个引擎，那个就是那个让屁车引擎赶快了，希望能够至少跟建勋能够把这个引擎能够启动。左边摆上浩伟呢，希望可能就是希望浩伟的速度跟他过人的单打独斗的能力能够突破土库曼的后防线。啊，佩伦这位选手之前也是在国家队啊，可能他之前有受伤，现在也回归国家队了。哇，不过没有配合好，抛进来的俊清呢，吴俊清就直接把球给踢出界。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进行将近五分钟啊，两边几乎都还没有任何的攻势啊。是的，其实一开始其实两队都是在一个试探期嘛。但是现在往前推进哦，要做一个防守，要小心往中路去掉啊！这个头锤下有点危险啊，不过做一个卡位，对，还是成功的。门将呢，邱玉红把这个球给守护住。掉一个大脚到了另外一边，不过古古曼这边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这个点中华队可能要多提防才行。现在呢在禁区控球，被贴得非常的紧，出界。三人的配合。号的哈加梅多夫在左路呢，不断的做一个侧翼，现在没有机会就在回场，然后呢掉到右路去。哦，要小心哦。中华队不慌不忙，没有好的机会就往外送。哦，一个人做突破，两个人的配合，第二分。掉到中间去，力道轻了。是的。送到右路来了。陈浩伟没有机会，就再回来。再给陈浩伟，不过这一球角度有一点没有算好，门将对方的门将及时往前扑接。这一次土库曼呢也是把他们的主力球员呢大概都到齐了，要的门将欧拉兹穆哈梅多夫啊，30岁，在先前呢参加世界杯资格赛第二轮的时候，五场比赛掉6颗球，一场掉1颗左右，其实是已经非常好的成绩了。哇，现在有点危险，直接起脚踢偏了。是 Mingasov， 就是他们阵中啊挂头牌的明星级的球员。说他是明星级球员，其实从他的一个速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是
土库曼阵中唯一一个在欧洲联赛顶级联赛里面踢球的。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左边的防线呢，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位啊，名家佐夫，他目前您那个就是我土库曼唯一在旅外，在旅欧的，在欧洲踢球的啊，在捷克啊，在捷克，而且还是捷克的豪门球队，是的，布拉格斯拉维亚队，是。掉到左边朱恩了，这一次重新接受国家队的征召。我往禁区掉，对方的门将双手把球给破坏掉。好好来把握这一次定位球的这个机会。是要由陈浩伟来开这个角球，开进来，直接头槌，陈柏良意识到了，对对对，球也有到位了。人也有到位了，只是运气差了一些。没错。好球。如果这个可以弹道再准一点，压平一点的话，是的，就有机会了。嗯。从后场做一个拦截。接球的是伊亚吉，现在往前送，但是要掌握球权才行。陈柏良，球送给陈浩伟，球直接被破坏掉。再看一次，哦，这一球对方想铲的没铲掉。中华队的球权在边线。前进行了十多分钟啊，看目前我们中华队的攻势啊，好像来比较多了一点，希望能够把握机会。再往禁区送这个头锤，不过已经没有力道了。对，吴俊清。目前俊清也恭喜俊清啊，目前也得到泰国的一个一张合约，也在泰国。踢球了，多了一个旅外的一个球员。我刚刚提到左边那个防线，就是那个名家佐夫那个球星啊，土库曼那个球星啊，要特别注意他，就是左边的防线呢，可能就是在协防的部分要多一份的准备跟小心呢。中华队进攻，补回去，球目前还停留在后场，往前送球，被顶了出界，这是南风加油团的，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足球加油团。是的。大脚往前送，球拦截。对方呢也看管得非常紧啊，那朱恩乐这个时候倒地啊，朱恩乐是
像球迷应该非常熟悉的台湾女婿，对，台湾竞赛，土耳其的朱恩的。在中国联赛，恩乐也表现得蛮不错的，都有在进球。只有球的机会，往禁区送，哇！不过没有人接应，但球权最后踢出界了，是普库曼的球。刚刚提到蓝风加油团，其实只有蓝风加油团在那边唱跳而已。我觉得说，就是我们如果全场的观众都能够一起这样唱跳的话，那种场面哇，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啊！没错，对，希望对，希望有一天就赶快足球的风气就赶快推广起来。是的，是的。希望我们台湾的职业的足球也能够赶快的成立。因为先前在世界杯资格赛的时候，已经有把同样这个场地就挤到破万的一个球迷朋友，那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还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会很感动，真的会很感动。哦，现在呢在中间，不过土库曼呢还是及时的把球给收了回来。土库曼呢这个国家呢虽然排名在我们前面，因为在这一次亚洲杯资格赛第三轮里面，就是按照世界排名分为四个档次，台湾排在这个分组的第三，对，那土库曼就排第二。不过这个差距其实以世界排名130、140、150，好像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落差。其实那个亚足联那个FIFA的排名呢，那只是一个数据而已。像中华队虽然先前呢一路跌到188名之后，但是就靠着这个附加赛打败了东帝汶，然后你多了一点胜利之后，其实排名就像冲天炮一样，一下就回升到150几了。没错，所以说有的国家呢，他如果经费允许上，当然是尽量的多办这些国际赛，就可以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积分了。对，哇。门将呢抛球抛得非常的远，土库曼要小心啊，掉中路，不过掉太远了，没有任何人来接应。小心，到了禁区，成功的化解，直接起脚出界。范的年龄层，看了一些资料，大概差不多28岁左右。大概我们中华队呢比较年轻一点，大概平均年龄大概26岁，所以说我们的可能速度啦跟体能上可能会优于对手。当然啦，人讲的老的有老经验啦，吼。当然。邱玉红开一个大脚，能够把球给要回来吗？还是掌控在土库曼的脚上？哇，其实土库曼真的是有够不慌不忙的。没错。那个有时候球队的经验啊，那个累积的这种经验，他其实他也不慌不忙，就是在后面跟你倒球，寻找一个机会。想要抢球不成，反过来，球权还是掌控在土库曼的脚下，前面还好，邱玉红。反应非常的快。大头呢，在这次中越的国际友谊赛呢，也有很多初级化险的上半场，有三个可能进球的一个机会，都是用生命在护球。在这边要跟他鼓励一下。
所以代表他的这几年国家队的经验已经让他对于球点的一个掌握判断都就很明显的提升了。在初级的方面，那时间差呢，当下就是当下经验的累积啊，这一点一滴啊，当然还年轻嘛。哎，没有犯规吗？有犯规啊，是从后面。从后面应该要拿牌了。把我们的吴君清给撂倒。哦，直接蹬他。开进来的直接被土库曼大脚给踢飞，萨帕若夫。哇，朱恩乐一个人要挑两个，最后还是要到了球权，但找不到好的机会，抛进来。哇，结果这球掉了。哇，送到禁区，不过还好中华队的后防呢退得还蛮快的。对，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华线的后防线的那个距离目前还抓得蛮不错的。在三月的时候，在越南的时候，后防线上半场常常被越南的打那个穿越球，啊，今天的明显就有一些改善。不过土库曼补位都补得蛮及时的，是的，又直接掉到禁区，只能够往外顶了。现在中华队呢，有一点点在防守上面变得比较被动。看能不能够想办法把球权给断回来。是。不疾不徐的慢慢的倒球来寻找一个漏洞来进攻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攻击呢跟防守呢都要有耐心啊，包括那些红袖也是一样，你防守对方在倒球，你还是要进入耐心，很有耐心的这样子左右的移防，不是前后的移防。第二波的那个球都没有很积极，就选择看起来都不是太好。是的，直接往起一个远球，结果都直接送到别人的脚下。对，你好不容易抢到球，其实我们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传导，其实也应该是还 OK 的。所以说，你常常把球大脚的往前的话，第二波又跟不上的话，你很容易把。你抢到了球权，又给了土库曼的脚下。所以说，这个在场上的队长呢，柏良呢，可能要跟队友们示意一下，我们抢到球哦，就是来控制在脚底下。当然有快攻的机会，你要快攻没有错。地板球，小心，危险啊！直接吗？挡在前面，哎呦！结果这个球虽然有一点缓慢，但似乎呢受到了碰触的关系，所以改变了他的这个轨迹啊。没错，刚好越过了门将的防守，虽然这个速度并不是太快啊，但这就有一点点啊小意外的一个状况。因为他射门碰到了翼伟的脚底，而此球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再看一次，背号21号
安纳多迪耶夫。就是因为碰到了，所以改变了这个球的一个弹跳。没错，其实这个防守的那个距离，如果能够再靠近一点呢，哦，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好，土库曼呢先进了一球，1-0。但这样子对中华队来说，是不是可能要改变一下进攻的策略？没有错，可能在总教练的看的战术执行上呢，看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不过还是要小心啊，后方的防线糟糕哇！奈阿内变 Minskov， 这其实就直接被对方给穿了。其实没关系，还有时间。其实中华队的所有的兄弟们，其实还可以再把精神提振起来。要特别注意，在进球完啊，要特别再注意。不过这球的确后防是完全没有跟回来啊，让对方的主力球员 Mingasov 呢轻松的在门前突破。现在是不是中央队必须要稳住阵脚啊，不能够乱啊？没错。哇，三分钟的时间掉两颗球，现在对中央队来说可能比较伤一点。林格索夫没有机会，就往回倒给队友。其实你不管是要做那个全场的压迫呢，或是说做半场的压迫，其实它三条线等于四条线，跟守门员等于是四条线的距离，其实你要去平均，要平均的很好。但是你说要有固定的距离吗？没有，这个没有固定的距离，就是相对的在场上的球员要去判断。成功的断球，不过没有人来支援，裁判也没有说犯规。陈浩伟换成从右路来进攻，出界，中华队的球权。浩伟可能就是跟恩乐有换了一个位置，因为浩伟他其实他的习惯是右脚。第一路做了一个突破。在禁区的边缘呢，还是被土库曼化解掉。哇，回球没有配合好，把球权给要了回来。哇呀，小心啊，对方的速度非常的快，站到另外一个位置。裁判说没事，一个成功的防守。三号的陈廷阳表现不错，现在裁判呢是去看一下刚刚倒地的北号21号的安娜杜迪耶夫。其实陈廷阳的确是成功的碰到球啊，没错啊，这个就是人家有那个国际赛的经验的一个，他现在赢球，他现在什么如果只要一个
犯规还是这样，他都会去把它拖延时间。嗯。这嘛是一种战术了。陈奥维往禁区送，角度不太对。再来一次，还是要交到陈奥维的脚上，被卡位卡住了。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掉第一颗球呢，还这个比较没有得怪。不过第二颗球瞬间就掉下去，相信对中华队可能会比较影响比较大。没错，没错，那士气上也会受到影响。嗯。你看，我刚才讲，很有经验啊。对，真的很有经验。那我们现在中华队的选手拢上高义，有时候踢到，比如说赢球的时候，还是赶快的爬起来。嗯。开一个大脚。在边线的位置呢，没有办法有效的持球，不过球权仍旧是中华队的。假动作，要从左翼呢来发动，最后是把球给拿了下来，直接起脚，被挡下来。文志豪再回给了林建勋，找到陈柏良，转身林建勋，这球送得不错，不过第一时间走底线往禁区给，这有一个角球的机会。中华队就需要有多一点的这样子的配合啊，跟攻势啊。没错，没错。对，还是要交给陈浩伟来开角球。希望能够把握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是中华队上半场第二次的一个角球。开进来比较短一点，好球，掉得不错，还是被第一下给踩到，所以现在温志豪要来开角球。其实角球你没有过对方的防守球员的背后的话，你其实要进攻要得分的机会非常的难。嗯，你看那防守球员，他站在普通人的防守球员站在六码的那个地方，你一定要过他的头。对，这一下倒挂进攻，不过没有成功，球权呢还在，最后是被土库曼给化解掉。不过刚刚中华队的球员是倒在地上，哎，五号是英雅吉。雅吉。刚刚是在抢球权的时候啊、哦，有碰撞。是的。对，赶快球踢出界，请求一个治疗。我们再看一次。啊，被对方的从后面顶到，顶到。
哇，战况非常的激烈。然后哇，整个脸都脏了。好，把球权还给中华队。嚯！最后关头呢，硬是要把这个球给破坏掉。哈加棉。梅多夫，现在柏良的位置好像有点比较往下沉了一点，对，回到他比较熟悉的中场吗？对，因为他在前锋线上，其实他拿球的那个都是防守者面背对着防守者，可能比较不习惯这个位置。陈浩伟交到陈一伟，陈浩被推出去，没事。其实场上的球员，如果他本身有一两个位置可以去轮调的话，那个总教练就比较好用兵，就比较好用。你像恩乐，他可能把他推上来跟俊清搭配。当箭头，两只双箭头，啊，把那个谁浩伟那个志豪把他拖到左边的中场，好，哦，要让建勋跟柏良呢能够在中间去分球。现神呢喊的是有一点慢，还是吹了中华队。魏佩伦的犯规，土库曼定位球的机会。直接开进来，被头锤给化解掉。我还是起大脚的方式。哦，现在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吗？看要不要快速的往前推进。陈柏良一个人的一个控球，最后倒在地上，裁判也说没事。当然，现场的球迷一定是嘘声不断啊。哎呦，整个被撞飞也没事吗？响哨音啊！所以你看，中亚国家这些土库曼的球员，就如赛前所预测的一样，他们的身材的对抗性是强的。没错，球风非常的彪悍。嗯。因为之前主席杯台电有跟土库曼的俱乐部有对手过，然后交手过，啊，那个土库曼。他们那个俱乐部的球员都是人高马大的，身体强度素质都非常的好。嗯，这个是犯规了，这样对中华队来说是一个机会。没错，文志豪倒地，不过有一个自由球的机会，确实踩在他的脚上，确实踩到。这个定位球的机会，
开出来有点远，但是往禁区送，还在中华队的脚下，再用顶的，哎呀，意思到了，吴俊清。不过这是中华队啊一次漂亮的射正啊。再看一次，哇，吴俊清选择直接顶，其实非常有水准的。是的。其实两边哈、哦，两翼哈、哦，如果说咱顶来讲的球松啦进，我们攻击的球员都其实不用太用力，轻轻的碰一下就可以了。好，陈浩伟不要放弃，对方要顶就跟他们一起顶。陈浩伟现在个人的一个技巧越来越全面了。是的。中华队的球权。其实浩伟他一个人如果在盘带的时候，他会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会越来越多人来。啊，但如果两个、三个，他能够把那个球送出去的话，哦，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play。这一次比赛可以看到镜头上面带到的这个 LED 电子看板啊，这也算是台湾的一个创举啊。台湾第一次看到这个 LED 的这个广告牌子，相当的用心啊。完全就有点职业化的等级，对对对对，我们去国外比赛的话，都是那种 LED 灯在跑来跑去啊。那我们台湾这一次啊，也首创了 LED 灯的广告灯。哇，现在在禁区，小心。不做一个包夹，不让土库曼有好的机会，直接起脚哦，踢偏了。我慢慢的在跟国际接轨了，非常值得赞赏。那不然之前那个广告都是用那个板子而已啊，现在已经有 LED 灯了，非常好。下半场剩下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5-6分钟的时间，希望中华队能够加油。直线送球，送到了，但是人很多，在包夹之下呢，陈浩伟还是掉球了。其实在这个进攻的三分之一场，其实有时候在前锋线上，其实他是当一面墙而已，只是当一面墙，队友给他可能做一个 one two 一个串墙啊，进去就是要射门的。你如果在你的脚底下太久的话，那个防守人家密集进来的话，你其实没有什么空间可言。哇，今天陈浩伟真的被对方严加看管了，根本没有好的机会，一定是又推又碰。没错，没错。相对的，土库曼也对我们中华队做了情收嘛，对，一定会针对这几位旅外的球员严加看管。好，往禁区送哦，哇，又是做一个碰撞，赶快爬起来。好，那个锋线球。陈宇伟要来拍抛球。哇，这有出界，球权是土库曼的。
成功的把球权给拿了回来，还是要找陈浩伟这个点，往门前送，不过第一时间吴俊卿赶快想办法起来吧，被对方化解掉。上半场的时间呢，所剩不多。起一个大脚，好，陈柏良跟陈浩伟的配合不错。不过这一下吴俊卿呢没有踩好这颗球，出界中华队的球权，哇，结果啊延误比赛被掏牌了，这莫名其妙，你自己干嘛把球给踢开呀、啊、当大家是傻的吗？因为裁判吹响的哨音，你再把球踢开，都已经肯定给你翻盘。吞下黄牌的是安娜，十二号，欧拉索夫。伤停补时两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是的。那希望在这个伤停补时两分钟啊，中华队能够积极的，能够看能不能接球，在禁区不急，门将出来化解。陈浩伟自己都觉得有点懊恼。刚刚提到你在旁边起球，那个高度如果太高的话，没有速度的话，那个十球九球都是球门球那个守门员的球。哇！赶快用头锤的方式顶给自己的队友门将。像这个时候吸引了两三个球员，哎，对，就是要赶快把球传出来，让那个防守球员能够移动。好机会，不错的配合，跳到禁区，有没有办法控制球？突破倒地，射马球，可以了，罚球了。是的，这是成功，这就是要不慌不忙。没错，刚提到希望能够在伤停补时两分钟，能够中华队能够再进一球。在禁区内犯规就有十二码的一个机会，再看一次刚刚吴俊卿跟温志豪的一个成功配合，交到了朱恩乐的脚上，没错，的确是在禁区犯规啊。相对中华队来说，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一个十二码罚球，现在全场的球迷欢声雷动啊，是由台湾队长柏良来陈柏良来主罚，是的。成功的进去了，陈柏良完全呢让这个门将猜错了方向，是的，十二码的罚球顺利的进球，中华队一比二落后。那在上半场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也差不多要到了，这个球可能开进来。裁判没错，已经响哨音了，非常好。好，所以这场比赛，球迷啊不要放弃，因为还有的打。可以看到满场的球迷现在是欢声雷动啊。是的，这的确中华队就是需要有多一点这样子的配合跟效果。没错。再看一次刚刚陈柏良的进球，对方的王牌门将完全猜错边。OK， 上半场二比一暂时落后没关系，下半场啊经过一个调整，
所以当然是要给中华队的掌声鼓励。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才刚结束，待会下半场呢，相信还是会有非常激烈的拼战，中华队还是有机会的。靠着陈柏良在刚刚伤停补时时间的12码罚球，现在1-2，暂时落给土库曼。我们稍后片刻再回到我们比赛现场。好，球迷朋友呢，欢迎您呢透过 Eleven Sports 为大家送上来的一个现场转播啊，跟我们一起来到台北市立田径场。在这边呢，今天迎来的是亚洲杯资格赛第三轮24强12。那因为是由中华队今天呢是坐镇主场啊，来迎战中亚的劲旅土库曼。两队呢在上半场的一个交战呢，我们当然还是要请球评陈作人教练来做一个分析啊。虽然是落后，不过你可以看到中华队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攻势跟机会的。其实下半场比赛是不是仍旧大有可为呢？是的，那目前上半场我们是以1分的落后。那上半场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攻击呢有点太过快了，太过快了，因为我们的第二波的球，我们球往前的时候，第二波的球就没有办法跟上，那就是说我们的拿到球的那个攻击的那个速度呢，有点太急切的，太急了一点。那这样可以说是，我们上半场刚刚提到，目前暂时落后1分。那上半场整个看起来，我们的攻击优势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希望利用我们的传导，我们的小组来撕裂土库曼的一个防线。没错，当然你大脚往前的话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有快攻的机会，你大脚往前是 OK 的。但是如果人家对方的防守线都已经站好，你往前的话，那第二波又跟不上的话，基本上你好不容易抢到球，又把球权送到土库曼的脚下。对，那我们还要做防守。相信有踢过足球就知道，防守是非常累的。对，就是超累，不是非常累，真的是超累。你像世界的这些足球强权，没有一队说是防守不好可以赢的，绝对没有。那个防守真的，后防球员是幕后英雄啊。说好像梅西、C 罗都在进球，永远都在得这个世界足球先生，但其实他的队友是防线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没错，你的队友没有把防守线巩固好的话，你哪有机会进球？好，这边我们就来看到在上半场一些比赛的精华的一个片段，同时呢，我们在针对呢整个赛况呢，继续跟球迷、工作人员、教练呢一起来做讨论。那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呢，想球迷朋友应该就蛮了解的，反正24强12，一共分了6个组别，每一组4支球队取最好成绩的
前两名晋级，所以中华队当然主客场在内，接下来都还有一共六场比赛，包括这场比赛在内，所以三客，对，所以这只是第一场而已，所以比赛都还很早。那当然了，就要尽量避免，包括在上半场的第二颗失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整个是，待会的 highlight 应该也会看到。那今天在上半场，我相信除了主力的球员以外，我相信陈浩伟的这个角色，应该表现算是非常出色的。没错，没错。我刚刚提到说，浩伟他的个人的盘带能力是相当的好，但是说在他盘带的当中，一个断球当中，一定会吸引两三个防守球员来防守他。但当时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把球送到你的队友，因为你想想看，两三个防守他，势必我们的队友一定有人没有防守到。他如果视野再宽广一点的话，能够把球送到一个给球友、给队友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的话，我相信那个应该是有机会。对，今天在上半场不止一次看到陈浩伟在右边右路这边呢、一路盘带到底线，然后想要往禁区去送，不过就是最后都没有成功。就像教练讲的，还没有办法成功的把球过对方的防守，陈浩伟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没有办法有效的送到队友的脚上。是的，是的。好，那这边就看到是上半场土库曼的第一颗进球啊，然后交在的是21号，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的安纳杜迪耶夫。那这一颗进球感觉上是比较无辜一点的，因为陈奕伟是作为一个防守改变了这个球的一个动向，这个对方球腿后了，腿后了。但问题是，就在两分钟之后呢，现在还是在看到刚刚这颗进球的角度，所以大头是有点无奈，因为球就跟他预期的弹跳是不太相同的，就碰到奕伟的脚底，球改变的方向。那这就是第二颗进球啊，这就是说中华队真的，你在掉第一颗球的时候，你的阵型你必须，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松懈，因为这样子的确好像是在送分一样，对，完全后防都没有办法跟到位，对方一个横插直接就进后防，后防线一定要更加的积极，然后呢，球门没当 miss， 连一点点疏忽都不行，后卫你也是一样啊，你不能半点的疏忽啊，中场你还可以，前锋 OK 啊，所以说是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所以土库曼的第二颗进球呢，就是由他们的当家球星13号的 Mingasov 成功的所攻进去。那当然，今天他们在左路啊有进球的21号的安纳杜迪耶夫，我觉得下半场可能中华队也要严加看管，因为他整个上半场他就好比是陈浩伟在我们右路一样，是非常活跃的。是的。好，那这是刚刚中华队啊，在上半场快结束之前，吴俊清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头槌，是。我对方的门将也是老经验啊，成功的化解掉。其实我相信中华队在半场过后，在休息室的一个讨论上，应该会有所应对啦。我相信下半场的中华队应该是要，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虽然我们输一球没有错，但是还是要照着我们的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那果然刚刚呢，靠的还是除了罚进球的台湾队长陈柏良之外，朱恩乐的一个经验啊，还有他在场上的一个反应啊，能够要到这个罚球，也要记上一个大功。是的，那刚刚我们提到嘛，恩乐的身材算是高大。身材也蛮不错，身体强度也蛮不错的，所以说就是中华队我们就是比较欠缺的这种高大的前锋啊。场边呢，当然也因为踢进球的关系啊，所以让球迷呢是非常的一个兴奋啊。来看两边，其实在上半场你可以看到角球啊，还有进攻的这个效能上面呢都差不多。那台北呢是中华队呢是有这个3次的一个角球机会，反而在土库曼这边是没有任何角球的。那自由球在中华队这边呢也是占优势的。那这个土库曼今天其实两边的防守还算蛮客气，虽然碰撞很激烈，不过全场只有一张黄牌，但这个黄牌还不是因为犯规的关系， 是因为延误比赛的一个关系啊，没错，所以由土库曼的球员吞下的。
当然在整个球权的掌控之下，中华队是稍占上风，52-48。所以你从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上面看起来，真的就回过头来掉的那第二颗球，真的还蛮冤枉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你看整个内容来说，我们并不会输对方，甚至还占一点优势。是，你看刚刚提到主播刚刚提到，我们有三个角球，对方连一个角球都没有。那你说这个定位球也是我们中华队要去加强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有这种足球比赛啊，当然也会吸引很多外国的球迷朋友啊来到现场看球啊。是，这个在先前，这个其实包括世界杯资格赛，甚至东亚杯等等，在台湾主场举办的时候，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不止台湾的球迷，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也会，因为他们就真的很喜欢足球。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台上面看球的时候，也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他们当然大部分都是帮中华队加油。有的球迷就是有当小招来了，阿舅妈妈，比如说主播我找你来，我招你来看球，但是我跟你解说讲，哎呀，我你讲卡球这样好看，而且规则安怎？结果你看一届怎啊掉的？哎呦，看掉的了，你都招你的朋友这回来看，啊，所以说这个一事成主顾就对了。对，哇，好，所以在场边呢，当然也要特别再介绍一下，这一次在运动行销公司的一个赞助之下呢，特别做了这一个 LED 的一个电子看板啊。让整个主场的一个比赛呢，充满了好像在国外看西甲、在看英超、在看意甲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是的，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我相信对教练来说也会希望，因为身为足球人，一定会希望台湾的足球也可以蓬勃的发展嘛。因为毕竟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当然。哎，但看到这种首创的这种 LED 灯，心里蛮高兴的啊。希望说，哎，我们台湾的足球真的是有那种 level 哦，能够跟世界上去接轨啊。没错，对，今天呢在现场呢依旧是吸引了大概赛前提供的一个资料，应该有超过3000名的一个球迷朋友呢进场来看球，所以我们希望呢中华队呢在下半场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当然对于土库曼这支球队来说，我想台湾的球迷可能比较陌生一点，会想说土库曼到底在哪里？这当然。这个必须地理非常好啊，没错。那个土库曼过去在中亚的一个国家，现在在现场是玩的 Kiss Can， 但是这两位球迷现在才看到，外国的球迷才看到啊，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啊，在现在国外的这些相对的一个运动里面。但是我说台湾是不是民风比较保守一点？才说完就播下去了。怎么样？那台湾当下哦，可能是像刚刚主播讲，那我们那个他避暑啦，哦，他避暑，他内向，不要到时候 take 我们两个呢，不要开玩笑。不，我们这边镜头是带不到的。是，我们有躲在一个，还好，我们躲在这个里面哈。是的。但我想这个是在国外，你看。其实这些外国人是非常热情，对，他们都习以为常，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那个男生说：“好了，后来后来，经不起来，不要紧啊。”你看，这真的是民风不同啊。对，台湾还需要台湾有，当然有些热情的也还是有。是啊。不过绝大多数就还是会稍微怀疑一下，或者是比较保守一点。东方人，而且为什么亲完了他就头就栽下去啊？是很，他是觉得很委屈，是不是？拍谁啊？对啊，工程多民风淳朴啊。是拍谁啊？对啊，拍谁？看人家国外的那个球迷朋友亲了就很正常，那台湾的球迷就对啊，他拍谁？大部分都是像这样，都是头就低低的。对，生怕被人发现他来看球的这种感觉。啊，不过这个是我说在国外各项职业运动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 Kiss Can 的一个活动。这个就很正常啊。我必须要，这个是我大学老师啊。啊，是啊。那跟我是刚刚那一组是我大学的老师啊。那他也是足球迷啊。是。多巧，真的就带到。其实台湾的球迷真的很多啦，看球的人也很多啦，真的。那就希望啊，真的，这个要画口号就成为实际的一个行动，希望可以把足球运动呢也带到民众的一个生活里面去。是的。就虽然好像会说，当然实力上、技术上，那中华队的这些球员或者是联赛的这些球员都还有在提升的一个空间。
我相信绝对是值得球迷呢进到现场去支持的。是的，因为包括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像中华队这一些征召回来的一个主力，在后方的殷雅吉，在前场的陈柏良啊、陈浩伟啊，甚至温志豪等人，都有蛮不错的一个发挥跟表现。其实真的旅外的球员，之前也提到，因为他们在国外的比赛的场次，跟经验也较侪啦。然后我们台湾的，本土的球员呢，就比赛的经验会比较少一点。好，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场比赛下半场呢是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一开赛，或许你可以看到中华队呢在球权的一个争抢上面呢。似乎教练呢，黑田教练也有提醒大家说，不要怕去跟这些中亚的强权来对抗，因为你对抗，他挤你，你就退就输了。没错。啊，他的左边后卫已经有换上一个四号的洪子贵，所以中亚队呢做了人员的一个调度。对，洪子贵这位球员呢，他算是台体大的学生啊，他目前在大专杯的表现呢，我们大专杯的比赛我都有去看。那目前这位年轻的球员呢，表现得不错，在左边呢，这个防线上面呢，那个攻击欲望非常非常的强。中华队呢，果然在下半场一开始要延续上半场进球的一个气势啊，我这边忙中又有错。做一个包夹，开一个大脚，哦，做一个背后 pass， 不过球最后还是掉了。又把球权给掌握回来，不过这球挑这个球挑的高度不够啊，是的，直接挑在对方的身体上。啊，下半场有做了一些改变啦，就不像上半场一开始那球拿到就是拿到球就往前再进攻那个大脚，但是要小心。哇，对方用做一个香蕉球啊，挑射的一个方式，还是他们的主将啊 ，Mingasov， 我这球弹道有偏移了。所以还是要对这位对方的主力球员严加看管。对，真的要严加看管，他个人能力啊，跟他速度啊，然后都还蛮不错。小组织来进攻，来撕裂土库曼的防守线。好，很好。One two。从右路假动作，哇！不过最后球还是没有办法留在脚上。所以感觉上土库曼似乎，就是想要守用防守来保他们的这个领先啊，对，并不急着往前面攻啊，大部分的球员都压在后半场。没错，土库曼现在就打一个防守反击，但是中华队必须要减少这样子非受迫性失误，对，我们非受迫性失误一定要减少。
中华队的边线球。由红子队来抛球。裁判也说没事，有错失掉了这一次机会。当然，在我们中华队在进攻的时候，然后对方现在也就是比刚刚主播您提到的比较趋于半场的防守。当然，他也是希望说，在你在进攻的时候，你有因为你目前一个球的输嘛，啊，当然你的防线哦，我们中华队的防线一定会往前推，他就是往前借你往前推的时候，在制造那个防守反击的时候，他的空间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中华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突破，哇，还被拉，对，犯规了，要拿牌了。不过好像裁判没有要给牌的样子，要吗？要掏牌，因为的确刚刚是在背后用做拉人的这个方，而且都还蛮明显的。是的，背号20号的塔嘎耶夫，这就已经做一个拉人的动作。是的，你可以看到陈浩肯定拿牌。结果中华队还是没有办法送球进去，但现在要小心啊！被突破了第一条，和其他球员呢回防还算快。好，成功的陈浩伟把球给挡了回来。啊，不过这一送呢又送偏了。像咱讲的尾仔脚啦吼，尾仔脚真的很重要哦，最后那一脚真的很重要。我又是一次传球没有配合好，古布曼把节奏压得是非常的慢。是。但现在有机会直接起脚，力道大了。不过因为这个距离也真的是太远了一点了。Minga Sof 真的是非常对自己的脚法非常有信心啊。大脚，不过出界。哇，直接起脚啊。八号的侯江梅朵夫。大头再来开一个大脚球。中华队先看能不能把球权给掌控住，陈柏良一个人的突破。哦，不过对方也是严加看管。是的。
那伯朗拿球至少要以两个来防守他。其实伯朗现在位置拖到下面来，现在恩乐变成箭头了。哇，这球送的力道有点大，看吴俊清收球出界，中华队边线。没有机会就再回回来，准了！哇，成功的做一个突破倒地，裁判说没事。球权还拿得回来吗？好球，陈浩伟。陈国良在中路分给吴俊清，再往右路来分，往禁区送，好像远了一点。洪子贵过来，再往禁区吊，被对方头锤化解。哇，这次球没有办法掌控住啊！哦，中华队的球，整个人被推撞了出去。陈浩伟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拼命啊！倒地之后要立刻起身啊，这拼战精神个个都100分啊。其实不管是在场上的或是在替补区的每一位兄弟啊，其实都是，其实穿上国家队这件衣服啊，大家都是真的是，可以说是用生命来踢球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啊。下半场的球权是大多掌控在中华队脚下，不过现在对方想要做一个防守反击，还是被伊亚吉给化解掉。好球，亚吉！这伊亚吉在后防线上，整个好像定海神针一样，的确是给球队很大的安心感啊。是，因为真的旅外的这种经历，在整个欧洲体系下面的一个学习啊。这个观念的确是有过人之处。是的，是的。然后你想想看，他亚基在大陆面对的都是一些有一些国家的一些球星在大陆，然后被大陆高薪挖角过去。其实那些攻击的一些球星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他们的名声呐、啊，哦，你们想讲贺哦，讲名气呀、啊。所以亚基在那边打那个后卫的那个位置呢，我相信。哦、他每一场的球赛都能够获得很好很好的宝贵的经验，那也希望他如果回到台湾有时间、啊、可以教教这些我们本土的我们家一个少年的一个奥鱼啊。嗯，哇，中华队这个防守犯规，小心啊，犯规。这卡位真的不能输啊！陈宇伟最后倒在地上，我下半场的大部分的攻势呢，都球权都掌控在中华队的脚下。陈柏良没有好的机会，就再回来。
哎呦，这球好像传得太轻了，就要小心对方的防守反击啊！哎，没有越位吗？哇，现在前面不妙，立刻做一个破坏。哇，不过对方土库曼也真的蛮有耐心的啊，是他并没有急着，安娜杜迪耶夫也没有急着要起脚。其实你看我们在后方后场在倒球的时候，最怕就是这种球，你这种非受迫性失误的球，你球速，你的球速不够大力，很容易被人家拦截到。尤其对方就已经摆好阵型，就是打防守反击了。第二，最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在训练上就要要求球员，我们传球的力道一定要够。啊，你无球速，我们又没有球速的话，常常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了。然后土库曼配合的都不错，直接起脚，大头正面把球给挡了下来。我们在上半场就已经见识到21号安娜杜迪耶夫的功力了。是。今天光是他，再加上13号的 Mingasov。然后在防守上面真的是必须要想办法。其实防守有时候攻击球员，我们是防守球员的话，就是要贴身的，让他的起脚的角度不会那么的好。你若想要先看有距离，人就要来起脚，所以你爱等防守定爱挖心呢。哦，扎维直接挑射，哇，意思到了。是的，我们中华队要尝试的在远射，哦，在那个尝试的几个远射炮。哇，这球如果弹道压低一点的话，就会是世界波啦。是的。啊，你看守门就说，你看防线要上去一点，上去一点，但是手势就是要刚刚提到，就是你如果防守线离得太开，就有机会人家起脚射门。来。所以是土库曼的球权。这球送的也不理想，往中路来送球倒地，哇，裁判呢还是不想哨。不过头锤第一下，对方又跟进了，我传的并不理想，陈浩伟直接收球，球权又回到了土库曼的脚上。好球！哇，陈浩伟，哇，两个人一起倒啊！裁判呢只是吹犯规而已，这的确就是做一个卡位啊。陈浩伟就是像不输人啊，是的，你要推我，我就跟你一起。拉到底啊，拼战的精神值得赞赏。土库曼的球权，下半场的可能阵势上有点改变了，博兰都推回来中场中的位置。哇，小心！小心啊！小心！哎，越位！不算越位啊！越位、哦、啊！
因为他在人站在后方啊。是的，是的，是的，线绳已经举起，然后倒地要再吃一张黄牌，直接把陈柏良给撂倒。所以是十三号吗？我们先看一下刚刚这个角度看不看得到，因为人在后方，这个位置是已经越位的位置了。是的，是的，没错，他人是在后面。线绳已经举起旗，亚吉亚。刚刚呢是十三号的 Mingusov 呢吞下一张黄牌，这已经是土库曼街的第三张黄牌。球送的比较远一点，哎呦！但球还在场内，仍旧在进行中。现在陈浩伟跟对方不断的做拼抢，哎呀，可惜，没有把球停下来。这个球子哥做得非常的好。再看一次，洪子贵这球开的距离呢还不错，就远了一点，但是队友两个人上来。其实这个球如果两个有一个人出声，应该是志豪来踢会比较好，他面对着球门应该出个声音，才不会两个队友一起撞在一起。我刚刚提到就是两边的球如果要有球速的话，就像这样子，球速够的话就比较有威胁性。中央队的球，虽然土库曼要换人，背号十七号的雅可西维夫。怎么让对方一个人就这样过来？不过中路还好，他们没有人来支援。洪子贵虽然比较年轻啊，但是胆大心细啊。哇，真的要拿好球都不容易啊！对方好像影子一样的，防守功夫的确是蛮扎实的。球权给掌握回来，要直接发动突袭吗？前面不过门将已经站出来，中华队在场边也准备要进行换人啊，
可能要把七号的陈家俊呢要换上去。那陈家俊这位球员呢，年轻，速度也蛮快的，可能要靠他的一些弹带的能力呢，帮在右边中场起着一个作用。加内发动了攻势，不过这一送并没有送出去啊。这种球就所谓的我们中场的就是俗称的一个穿越球啊，这个穿越球啊也能够做到到位的，刚刚提到柏良啊，就做得相当的好。我们第二波的球总是很比较被动了一点，这一点要稍微改进一下。第二波的球顶出来，第二波都没有人去拼抢，对，这球其实又有一点惊险啊。不过安娜杜迪耶夫是整个踢歪了，是，所以他自己也很懊恼。那场上的阵势，我大概给他看了一下，那恩乐的位置会跑到箭头去，好像那个右边的中场是讯息传达没有到位呢，还是怎么样？那好像右边中场都少一个人的感觉。建勋啊，柏良还有志豪都打在一个三个中场的位置，右边中场都没有人去站。好，这个时候今天表现非常出色的安娜杜迪耶夫被教练团给换下去，换上十七号的亚卡西耶夫。哦，没事哦，球收了回来，把握。对方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柏良、吴俊清没有机会就再往外送。现在土库曼的防守密集在中间，还是要往两边发动攻击。王子贵第一下没有突破，不过球林建勋收到，投一个高球，再给王子贵一个机会。陈浩伟，这球配得不错，陈义伟再往中路掉，陈柏良再收球，对，自由球，是的，来好好把握这颗自由球。陈柏良非常的有经验，这个时候刚刚在禁区做一个挑球的陈义伟，这时候被换下来，换上来七号，刚刚教练呢有提到的陈家俊。双方都做了一次换人。是的，目前中华队已经换上洪子贵以及陈家俊上去了，目前还有一个换人的名额。重点是回过头来有一个禁区外自由球的机会，这个要直接攻吗？一定直接攻，这个跟这个在这个浩伟跟志豪的射程范围内。讲到这个点跟志豪那个志豪
在台电的时候就有个像这个点的机会，那时候我是蔡椒啊，他说学长给个机会，结果他去了就把球射进去了，我就把握得住，把握住这机会了，也是在这个点左脚挂在左边的门柱上进球，他们不能再哇哦，射是射正了，不过对方的门将这个角度就缺点就是太正了。是的，而且也没有球速。最后是由陈浩伟来操刀。但中华队还有一个角球的机会。温志豪来处理。开进来，远了一点。刚刚上来的陈家俊，再往禁区送，还有，直接起脚，力道大的是洪子贵。不错不错，现在换上左右两边的这个洪子贵跟陈家俊呢，两个就算是属于速度型的选手。希望他们两位能够在边路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但这次角球开的力道又太大了。是的，是的。结果这个时候换成中华队犯规。七号就是刚刚才换上场的陈家俊，换成土库曼要来尝试自由球的进攻，直接起脚但踢歪了。是的。下半场还差不多剩下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希望我们中华队呢能够一鼓作气。在这个十五分钟之内呢，再抢得一球的进球。好球！今天呢，在对方的这个边路啊，不管是刚刚的安娜杜迪耶夫，还是换上来的。是刚刚的阿曼诺夫，其实换了位置，但是都蛮有效率的。又往禁区送啊，小心啊！直接挡球，中华队的球权。现在刚刚边路的阿曼诺夫其实是他们国家队的老手，在世界杯资格赛第二轮一个人就帮土库曼进了三颗球。想要自己做突破，小心贴近，不要犯规。很好，防线要稍微往上。好，有一个反击的机会，陈浩伟还在找队友吗？做一个刹车啊，倒地。
中华队的球权。现在换土库曼要再做换人了。十五号有曼萨罗夫上场，十四号的卡穆基退场。啊，这样现在可能换上一个防守型的球员。抓得要把握，到右边了。不过这下倒地，裁判说没事。成功的被化解掉。陈柏良往前送太远了，但是土库曼呢把他踢出界。还是中华队的球，哇！不过禁区没有人，土库曼呢头锤出来，掌握了球权，突然间换打倒地，犯规。土库曼的球，那至少这个犯规蛮值得的、啊、如果让他被他推进去又有危险了。开球开得有点远，不过土库曼还是把球权给要了回来。禁区送球的攻势没有成功，越位，哎，防守防守啊！哎呦，等一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乌龙球啊！问题是这个乌龙球的确是不应该啊，因为你如果掌握了球，你应该往外送啊，往外踢啊。因为他的回防的那个面向是面对着球门，你注意看一下，他是面对着球门，所以说他本来是要，他应该就直接往外踢啊。是的，是的，可能在这个球可能也是要往外踢，可能一个 miss 了。哇，现在对中华队来说当然是比较致命的一个打击啊。在比赛大概第83分钟的时候，七号替补上场的陈家俊刚刚有一点乌龙，摆乌龙的情况，让土库曼呢再多了一球。当然这个第二颗跟第三颗的吊球都是不应该啊，是是，你都要做一个检讨了。几位在禁区，不过倒地，裁判说没事。下半场呢，虽然中华队掌握了大部分的攻势啊，不过都没有对方这样有效率啊，这也是防守反击在土库曼这边做的还蛮成功的。是。
哇，要直接起脚，不过被挡了下来。那其实还有下半场还有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时间。好，从后面要到了球，温志豪给陈浩伟，直接挑射，但是角度都不理想，都直接正面对着门将而去。犯规了，所以土库曼要把他们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给用完，要把十号阿巴洛夫给换上来。在领先的情况下，所以怎么现在又退回去了？阿巴洛夫要上场，然后因为他换的本来是换十三号，现在躺在场内呢，受伤的不晓得是几号，他可能就是要换那个受伤，要换受伤那个回来，是的，因为只剩一个名额，没错，而且突然间倒在场上，而且要用担架才能把他给抬出场。是，那可能他现在土库曼的换人呢，可能就没有换十三号下来，直接换那个目前在场上被担架抬出去的那一位球员。可是问题是，教练刚刚有发生什么事吗？那个有没有踢到吗？抽筋呐、啊，抽筋啊！哎，刚刚看他在处理，应该是在。你觉得是真的抽筋吗？还是现在比赛已经快结束了？有可能真的是抽筋，有可能是真的抽筋。因为他已经直接把那个被担架抬下去的那个直接换下来了，所以说他是真的是抽筋。好，中华队在右路做一个盘带，不过最后球出界。但我想陈家俊可能接下来会背负一点压力啦，因为刚刚那个怎么看都是没有必要啊，就是没有道理啊，因为没有错啊，在这边也要往外踢，也不会为什么会往里面踢啊？就刚刚提到你在旁边如果有球速的话，你看有可能自己的人回来也会踢到打呼的，如果你没有球速，他很轻易的就可以把球清掉，那个结果就是在这边了。好，中华队在做换人。八号的林建勋退场，十四号的赖志轩上场。好，换上比较志轩呢，也算是台底大的学生啊。目前在进攻上呢，也蛮有企图心，也蛮强的。那要加强进攻，把志轩换上来。在这边也要提一下，刚刚那个白乌龙球，其实在场上的球员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希望要有失误。当然，所以说，在这个有时候就是要稍微呼吁一下啦，就是有时候球员有时候嘛是要给鼓励啦，当然有错误的或是有失误的或是怎么样，我们要去检讨，没有错。哇，没有越位，大头非常拼命的把球给抱了下来。在这几个土库曼的进攻球，我们的后卫都常常在看裁判说为什么没有越位。
可能在后防线有一点点疏忽的，就是说他们的线平行线可能没有站得很好。常常你看那个很有几波的攻击，他们我们的球员都在一直在看裁判越位，结果没有越位，还是要听从裁判的哨音呐、啊。好，这场比赛呢已经正规的时间九十分钟是到了，三暂停补时四分钟，四分钟的时间。没关系，还有三停补时四分钟，可以在我们中华队可以再进一球。好，这项亚洲杯资格赛的赛事呢，将会一路进行到明年呐、啊。每三个月左右会进行一场比赛，中华队下一场比赛呢，预计是六月十三号的时候要前往新加坡的国家体育场，主战新加坡。是。挡球。成功，洪子贵是挡住了 Mingasov 的攻势啊。这子贵在这几场国际赛啊，表现得蛮出色的。我相信未来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子贵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员的。那如果中华队主场的赛事的话，下一场比赛预计是光辉的十月十号，今年十月十号在主场要来迎战分组排名最高的巴林队。巴林队。球开进来，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就给出来，不过队友啊完全踢歪了。福建土库曼的球。主将 Mingasov， 但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在做拖时间啊，这个争论。可能裁判拿他黄牌，可能是因为他拖延时间。这是他们阵中啊，唯一一个在欧洲联赛捷克甲级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里奥的球星。那虽然他们现在少一个人，不过时间大概也都被他们花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主裁判应该还会多多少少会补一点时间呢、啊。一个大脚，陈浩伟换到右边，倒地犯规，来，把握一下机会。不过呢，整个开球也是放歪了。看能不能够把它给抢回来。是。抢回来了，马上就必须要发动反击。是的，把握最后一波攻击的机会。尾波八级嘞。好了，裁判呢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这场球呢，最终的比数呢是三比一。
德库曼呢在亚洲杯资格赛第三轮呢里面呢先抢下了头彩，在客场取得了一胜，而且因为有三颗一个进球啊，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会未来如果有要得失球比较的话，可能也会稍占优势的。是的。但在比赛结束了，你看到德库曼球员还是在跟裁判呢、啊，还在 argue， 对，还在争论呢、啊，还在 argue 他们那个旅游的球星被判出场的那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结束了，还是要双方的球员一定要握手。是的。啊、当然，针对这场比赛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啊，我们还是要请的陈贵仁教练呢来做一下说分析啊，因为以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掉的后两颗球真的都是不应该，都蛮冤，不然的话这个比数应该是一比一啊。但因为掉了这两颗球，是不是对中华队以后防守上面来说，真的还是有要再改进的一个地方啊？是我们第一次哦被进了第二球，刚刚主播如同主播所提到的，第二个球被进的太快了，有时候就是不但在用入球的时候，你看拢醒去哦，整个都晃神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中华队要去改进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改进的一个地方。那相对的，整个今天的球赛看起来，其实我们对苦。实力上我们跟土库曼是不差，对，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节奏哦，觉得好像有点太急了，太急了，当然可能就是想要赢球嘛，啊，想要赢球的心态之下就是会产生这个，就是会比较急，没有把中华队的一个传导的一个小组的配合呢把它做到淋漓尽致啊，没错，是，所以根据现场的我们收到的讯息啊，今天因为两面都坐满了非常多的球迷，据说今天有超过6000名的球迷进场看球。即便中华队这场比赛没有办法赢，但你可以看到球迷还是给了这些在场上啊冒着这个雨水啊泥泞地上面在拼战的这些国脚们呢，还是给他们最大的掌声啊。是的，在这边也感谢今天到场为我们台湾足球加油的球迷朋友们啊！我今天看到也蛮欣慰的，哎，这球迷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已经渐渐的习惯穿上穿那个穿着咱蓝色的蓝色主场球衣的球迷朋友们，对，哦，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对台湾足球的不离不弃啊，感谢你们。那教练，你觉得在今天下半场，因为我们刚刚有不管半场的一个数字，还有下半场，中华队今天持球的时间，我相信绝对是优于土库曼的。然后下半场一开始也积极的发动一些阵型上的改变，发动主攻的一个攻势。可是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像土库曼这么有效。土库曼的一个反击，可能一个大脚掉到禁区，他就有门前很好的一个单刀的机会。但我们反而是不断的做配合，不断的传，但是最后要寻求好的机会，都会往往都会被化解掉。这一点，你觉得中华队的这些球员们在未来的比赛，因为这才第一场，未来还有到不管是客场还是主场的比赛，到底在进攻上面这种有没有办法做出及时的修正呢？其实，因为刚刚提到我们3月22号国家队有在越南一场国际友谊赛嘛，那当时候柏良啦、志豪啦、浩伟啦，还有恩乐，他们四位里外的都没有参与在其中，他们只是他们在24号才，23号晚上才到台北跟中华队会合，那相对的可能就是在这个连结上面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需要改善的地方啦。我说，因为土库曼他们整个那个他们的准队，在我看到资料就是13有俱乐，他们有一个俱乐部有13个球员，所以说感觉上他们的默契上，感觉上配合的就比较好一点。好，所以在这边看到，虽然啊整个数字上，而且包括对方的犯规啊，一共5张的黄牌啊，有一个是2黄换1红啊，变成1张红牌。那你看刚刚这个球权的一个掌控上，果然就如刚刚我所预期的，51-49，虽然近乎5-5扑啊，不过整体上来说，中华队并没有说占到太大的这一个劣势等等，那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发动攻击。看对方即便犯规这么多，黄牌这么多，然后防守反击几次有效的一个推进，立刻就收到了一个效果，这就是可能。中华队未来啊，因为还会到客场去面对土库曼，是可能也需要再做修正。没错，没错。
看人家刚刚主播您提到，刚刚对方吐库曼的，然后在攻击上也不急不徐啊，哈，也没有说很急的急着那个，可能就是有时候跟打主场跟打客场，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当然对中华队这些国脚们来说，都必须赶快去做修正跟调试啊。不过你可以看到球迷还是一样在现场呢，做一个这一个支持的一个，帮这些国脚们在做鼓励。我相信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也是往往都是最感动的一个地方，因为球迷就是不离不弃。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中华队的这些国脚们在未来的比赛里面呢，能够好逆转，打出好的成绩，顺利的一个晋级。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在这边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陈雄威，跟球评陈贵仁教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更精彩的亚洲杯，我们再会喽，拜拜，拜拜。